哎，我给你的那个衣服呢？在我身上，你带了吗？那怎穿么了呀，看了吗？那对怎么没呀，有改变呀？对呀，我以为就说是不是还得装备上什么，这边人物面板，这些是你的外观装备。你不管你护甲穿了什么，就你的外观显示的是这左边这一排的，所以现在。你得把这个脱下来，这样才能把你现在穿着的那个护甲显现出来。哦，你这，怎么有所点以，哦，这，哦，长成这腿样是好粗？吗？我的腿好粗啊！不是，你没把裤子。他就这样，他衣服你看他是这样的衣服，然后什么手套，就护甲就是一身啊，儿。护甲就是一身是吗？是所以的，你裤子没穿是吗？不是，他就是短裤吧？对可对，能。就是说这边没有裤子这一说哦，是吓我一吗？跳，显得我好哦，壮啊，这一身。我还可以穿以前的衣服吗？这有点丑。随便，你的外观你自己决定。走吧。哎，我这会儿开始，我想用这个飞镖看看。你以前不是用过吗？啊，哦。就是没用明白吗？斧头出去回不来，飞镖出去回不来的。我想用飞，再重新挑战一下，说不定以后升级了可能好用了呗。喂，上次从那么远就开出来了，是向我过来的吗？嗯，是的，我到树林里采蘑菇去了哈。哎，这还有铁矿，我去采铁矿了。目前这个扔的速度还很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飞镖，怎么了？啊，在这滚。有去无回，你这是。丢了一个，飞镖贵吗？不怎么贵，比那个弓箭，它只用铁块，弓箭还用树枝呢。但是弓箭出五个呀，你少跟我这个混也淆出五概个，念，是这个吗？也出五个啊，哦，那好吧，但是它能回收吗？能。那怎么你说它在地上滚？哦，就是上次爆头了，就跟那弓箭一样。到了吧？没，哦，好像快到了。为什么我们哎，不？这里我们是来过是吧？这边就是以前我们那个基地附近呢，正好来过，下面吧。你先下去吧，你先下去打吧，我在这周围慢慢采了，应该有屠夫这块儿。你吃的什么的备好，装好，快进来。废掉。树枝什么这些我都收集一下。啊，这个飞镖的，而且它的下坠轨迹也跟那个弓箭有点不一样。这边有铁矿，我都敲了哈，山上的铁矿。没有危险吧？哎呀，打偏了，又抓打到偏了咪了，咪。啊，又没能爆头，哎呀，又没，啊，又。你这个哎，杯子危险。后面屠夫，你的杯子，我把你杯子拿走了哈。屠夫，对呀，哥哥把这个东西放在桌子上，你没法躺啊。你行吗？不行的话，我下去行支行援行。你。我在敲矿什么的。哎，你，我主要我得盯着屠夫啊，因为屠夫会那个扔匕首，扔扔他的那飞个菜刀，刀。哎呀，来了，哦对。你的血量，你别过来。你先跟我说话吧。是我们的旧基地能继承过来就好了。得，好，行，卡住了。
块肉，一会儿把这块肉给你吧。我离你那很远，你随便跑。天呀，你这点血，你吃东西，吃东西。留得青山就再也不怕没柴烧。赶紧甩开他们吃点东西。啊！我天，你是在玩心跳吗？我把小的都干掉了。保持距离。我有武士刀的时候我就单打，就贴身流。因为好委屈。我也好，我的鼠标也好委屈。你别往那边蹭一蹭嘛，你那么大桌子。哎呀。Oh my god。你这边玩的就是心跳啊。快死吧！好绝望啊！我们这回开局虽然以前玩过有经验，但是就是因为有经验，所以说就知道有最快的途径。但是这个最快的途径也意味着高风险哈。嗯。高风险带来高回报。啊，是了。哦，他掉了什么黄金？黄色的。你把装备换上，我看看。啊，我先把吃的，哦，罕见的黄色的骨头护甲，哦，你装备重量伤害加5，判断力加10，回避力加3%。哦，听起来是挺好的东西。啊，我把我这个旧衣服拿下来看看。哦，好非主流啊，穿着吧。天哪！好，我就这个造型先。除非拿到更好的。还有头盔。他这个穿在男女身上会有不一样吗？可能待会儿我们是哦，戴上头盔之后好多了，就大家就不认识我了，我就可以。你像一个墨西哥摔跤，你是秃顶了吗？哎，那个我们既然这次是玩这个更新的内容，那你是不是也应该换成这身衣服呀？啊、嗯，行。除非或者是，但是以后要遇到好看的就要先给我穿。对啊、行，就是或者是现在这个装备不是。就是两个系列嘛，一个是你实际的装备啊，还有就是那个服装外观。嗯啊，你怎么上来？啊，或者以后打到那个好的服装，不知道他这儿。咱俩换的，先看身上这身换一下什么样啊？哦、啊，行。哎，怎么扔不掉啊？能，你先。啊。哦，狼放野林里，哎，赶紧穿上。我这什么呀？啊，对，我这是飞镖。哦哦、啊啊啊！哎呀！你这狼哪去了？等一下，我先把狼干掉之后，你再啊，好了，干掉。哎，我看一下你。刚我的飞镖。你的飞镖还扎在我身上。怎么了？过年了，你想干点啥？哎，我拿起来。啊，好多血呀！我本身血就少，我就那么一块肉，没想到毁于你之手。哎呀，飞镖这只剩2个了。你不要用飞镖了，
你快去开地图啊！飞镖，飞镖，飞镖！哇哇，这是飞镖，这干嘛这？所以你穿了之后有变化吗？有啊。哦，哎，你看我穿你刚你那个，你就有裤子。嗯。很奇怪哈，可能是 bug 吧。嗯，我穿这个了，我感觉这个比那个好看。哎，我们合你这个好像一身儿哎，跟你这个肩膀上这个跟脑袋顶上这一身哎，嗯。哦。我继续在上面开矿什么的哈。我看这个飞镖的伤害是20，弓的伤害20，现在伤害一样，他们伤害哎呀。那应该用弓更好吧？但废票的话就是消耗的材料少，就一根树枝而已。对对啊，就是就不用树枝了。好多矿呀！有这个衣服比刚才那好看多了，还有腰带呢。黄色的比刚才那个好，应该加伤害，加判断力，还有3%的回避率。对啊，黄色的肯定更好啊。有谁？一会儿再给你一清猫砂。所以我打算这次远程武器就用这个飞镖了。好吧，说不定他升级之后，随着他的什么攻速加快什么，就应该可能有可能会很好用的啊。我这次，然后我的双手武器，我也是跟之前系列不一样的武器哈，就多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内容嘛。嗯，好，是吧？之前那个双手戟是我的本命武器啊，但是这会儿我看是一直用这个枪，看看用这个矛。我还是50刀。啊。我补一下血，我本身有一块肉可以补血，但是你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被你呱啦一飞镖。啊，好，我进这里了哈，你接着猜，你往哎，你那边是不是来怪了？不是我这边，是你那边。你往我这边靠啊，你收集也是在往我这边收集啊，这边还有铁矿这个入口。不敢离你太近。危险！哎呀，命中率好差，现在。那你还要执着的用它吗？啊啊！我要把它克服。这种奇怪的执着点真是让人很难苟同。然后这边都是研究员哈。嗯。这边可能就是他们最早研究丧尸的地方。你看，所有丧尸电影都有个作死的起始点，嗯，这里应该就是了。你看那个丧尸烂的明显比其他都严重，就可能在这儿被研究了很久。这个丧尸比较厉害。而且这个矛用好了，也有它的独到之处，就是首先它的攻击范围应该是最长的，嗯。就是你范围掌握好了，就是比如说跟屠夫什么的打的时候，你到正好的位置的话，就是你可以打到屠夫，屠夫打不到你，有这么一个距离啊。哦。而且在这种狭窄的环境下啊，比那个双手戟没法挥动，一挥动就会卡在就旁边的这种墙壁啊等等啊。但矛是往前刺嘛啊，所以。很适合擅长在这种一种通道啊等等，在这种环境战斗。我开始过来拆了哈。嗯。然后这个飞镖呢，它的优点呢是，目前是帅。还有刺到我身上很痛。然后其他地方，就是被空间碾压。嗯，但是帅这一点就足够你拼命用它了哈。
难道我是喜欢那种华而不实的那种类型吗？啊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你没有这种基本的自知吗？哎，怎么我看见你倒在地上，丧尸在那跑？你看，这刚刚就是它的极限距离。哎呀，刚刚是没瞄准上。你这血你补一补吧，你这才走到哪儿啊？你这血就这么少。你在这附近拆解是吧？对，我就在这附近。我去后面把那块矿砍了。啊，这个飞镖丢包率好高啊！对，所以说其实它并不省材料，它丢的多呀。哦，他的头，哼。但是反正你有我做采集嘛，嗯，你就玩吧，只要尽量不要往我身上插就好了。那个掉血掉的好多呀，刚才那个我要留下来的那个截图，一个飞镖插在我脑门上。咪咪，等一下给你清。哎，咱家咪咪太爱干净了。啊，丧尸。几个？两个。我来了。你往哪跑？你后面。啊。你看我这个造型，手上拿的飞镖跟我的这个造型感觉鬼鬼祟祟的看起来。哎。怎么了？总是扔偏。你不要扔了，你快点，我们赶紧把这个图打完吧。对呀、啊，所以。对，赶紧把这些丧尸清掉。我来帮你。哎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你倒是拦住他呀！我刚去捡飞镖去了。啊！你看我这血呀、啊！我好多。你行的。好，这个毛啊，特别适合在这种狭窄的环境。哎，清完场，我进去收哈。哦，以后底下捡那种弓箭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不是不好定位吗？嗯、弓箭细、嗯，但你可以用那个滚轮去切换这个定位。嗯、滑动。嗯。哎呀。钓鱼才把基地选在水边，结果现在都三天了，我们还没有去吃上鱼。那个到时候会弄。就是感慨一下，就是生活跟理想是有一个时间差的。需要你去争取吗？他这个往后扔飞镖的时候，有往后这个蓄力这么一下，就是这期间上次会移动，就这个让人难受啊。弓箭的话是你什么时候按什么时候，就马上就连弓还弩那种，马上就发射出去哈、啊，不会出现那种瞄准时间差。所以我在寄希望于就是后面还有好多丧尸。等把这个飞镖升级之后，它不也可以提高攻速吗？好像哦，这有好多线圈啊，有毒的线圈。行，你先全部都。我给你个豆子罐头。好。等一下啊，捡吧。好，我现在上二楼哈。嗯，送去好了喊我哈。嗯。
一堆，哇！吃罐头吧，不行。我们接下来开图是不是应该先把火焰喷射器造出来啊？但据说好像这次火焰喷射器造起来比之前更难了，可能它威力太强。哦，之前都没来得及用几下，你都后来在我再三要求下才给我一些。你还没来得及耍威风，你那边有点危险哟，哎。怎么有个大白？怎么了？不行，你就撤出来吧。我得先……啊，这上次好快！我得吃个肉。吃吧！我天哪，你怎么把它引出来了？里面干净了吗？没有。那我跟你一起吧，我在远程支援你。啊。哎呀，没吃的，就一个罐头。豆子罐头吃了。豆子罐头补没法补不了多少水。你能补一点是一点吗？我吸引走了。啊，对对，好。哎，大白也来了，怎么？啊，这小子死了。啊！不要死！啊，没血。要不跑吧，跑吧。好啊，好吧，好吧。然后他来追我。那我们互相边跑边射。就他追我的时候，你射。嗯，小心点，我只要一发我就死哈。嗯。天哪，你应该利用地形手把它关在里面。刚才我已经把很多关在里面了。不知道，他找你了。嗯。那没有剑了。我也没了。我到时候拿一下。你不用飞镖了。哎呀呀！嗯。哎呀呀！好凶。我拿着剑了，天哪，我也要死了！好，打死了！我天，我的血量好薄啊！啊，我得回去，回血，我没吃的了。我也没有吃的。嗯，我得回去。所以说应该准备好再来。啊，行。这是吃的，
没法现做吗？没法，你在这造个灶可以吗？造个灶啊、嗯。行。我倒是采了不少蘑菇。行。我这你还有多少血？我这还有个鸡蛋，我先给你吃。放地上。嗯。我比你多少强一点。啊，我把蘑菇都扔地上了哈。嗯。然后鸡蛋我给你扔地上了哈，我造了两个鸡蛋，嗯、你先吃。捡了吗？嗯嗯。来给你蘑菇，这么快就造出来了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我采了好多蘑菇呢。哦，好，赶紧弄出来。都做完了。做了。这个蘑菇估计要吃完。没办法。嗯，没事没事，不过我之前采了那么多就是吃的嘛。嗯没有吃的了，我们一点肉都没有。这会儿我也，就是小心的打。嗯，好了。好，回收了哈。嗯，我的剑少了好多呀。我刚才采的那些蘑菇一下子全消耗了。嗯。但是这是对的。我继续在山上采会蘑菇，你先进去吧。食物也没那么容易取得了哈。我当时想，万一要咱俩活不下去了，我把剑拔下来放我身上，你跑包回来，你能直接拿剑。要不然你回大白身上拔，你怎么拔呀？啊，飞镖还是得稍微适应一下。这边铁矿能采了，你刚不说那边怪太多了吗？嗯，我一会儿回去采。我今天回去。而且这个飞镖的下坠程度也比弓箭好像高，就是。除了帅以外，没有任何比弓箭好的地方，现在。嗯。我还是对他就是怀着一丝希望啊，希望他升级之后他的这个真正的价值是就是开始浮现出来。他的真正的价值已经浮现出来了没准。对吧，就是人家一开始明晃晃的告诉你我滑，但是时不时这个见仁见智。好多丧尸被你吸引过来了，我没看到你们想去，好远好远就有丧尸往这跑。哎呀，这是别的丧尸。有你门关了吗？没有。有好远好远就有丧尸往你屋里跑了，你小心你后面啊。嗯。正好就引到我这边来了嘛，就这样你那边就安全了。我就在外面搜集外面。哦呦，这个丧尸，哎呀呀，还玩腹肌呢！这块现在应该能卡。啊，比那个双手剑难多了，比那个拿着双手剑的时候，我这些都是这些都会过去的。啊、反正我感觉你现在是所有的武器都一定要就是用一遍吗？不，都一定要误伤一下友军。我下来搜集外面地上的了哈，这边丧尸都被你吸引走了。啊。所以你这个吸引丧尸这个也算不错。嗯。也有好处吗？
回马枪让他掉了一个黄金装备。哦，不错不错，我回去看看好不好看。啊，所以只要是好看的，就会被你强行征用是吗？是啊，好看的就是我的呀。啊，没有征用啊，它就属于我呀。这不是咱俩都默认的一个事实吗？我以为。看看，我是个鞋子，伤害加四，注意力加十，注意力是什么？增加什么来着？移动速度，哦，噪声降低。哦，那你先穿着吧。先穿着。你现在感觉就是个倒霉孩子。然后把这个外观去掉哈。哦，脚变成这样。但脚是这样的话，就光着呀。嗯，好，二楼可以过来了。好，高分子化学拿到了，你也上来拿吧。这个我在那边敲矿什么，行。好，这样就能学高分子化学，啊，不是那个高级工程师。然后这个线圈这些技能啊，能用上。哇，你看现在我这个技能好多呀，各种什么吸血哦，还有吸血自愈呢，还。嗯。机会。走。走。先回家。嗯。拿了，哎，感觉我移动速度变慢了呢，是因为重量吗？哦，啊，是，可能是因为穿了衣服。你跑好慢呀，啊。这个重量的缘故。嗯嗯。啊，所以我总是被丧尸们追到。哼哼。啊，真的，你跑好慢呀，啊。那我把衣服脱了，要不？也行，你战斗的时候再穿。不过你这一身有点帅耶。你脚丫子好白呀，啊。猪打猎吗？打。哦，你现在对食物呵呵执念。嗯。你打猎的时候，我采蘑菇哈。蛋全部都虚发。你是想对标“蛋无虚发”这个词吗？蛋全部都虚发。我寻你又不是母鸡，你怎么会有蛋呢？你这个姿势好中二啊。前面有路啊，走吧，回家吧。好，关键你打一次太慢了，啊，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动作吗？好中二啊。天哪，我离你远一点，免得丧尸以为咱俩是一伙儿。哎，跑得还贼慢。哎，又丢了几个飞镖。哎，好像是有个鸟在那儿，哎呀，它又飞走了。走了，赶紧回去。你能猎鸟吗？能啊，如果我想的话。哦，以后感觉猎鸟也得靠你了。好吧。啊，这些东西放一放吧。好，我先学。我把书都扔在这个，啊，高级工程师，高级工程师，我先学了。好。啊，你还得造箱子。啊，行，我现在造。不，那个箱子先别动。你是要用来放什么？给你的食物。
给我的食物，或者是你把这里的书都拿走，拿到那边箱子去，我就把这个箱子里的食物就你用的。啊，好了。你把给我的食物就放在这个箱子里哈，然后那个当做你的那个什么冰箱哈。嗯，好吧。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换服装了是吗？如果达到的话。对啊，就是外面的服装我们也可以换了，理论上讲。嗯，对，有的话，如果他们造了的话。嗯。这个猪蹄儿给你哈。嗯。好，现在。今晚的这个防御，首先要做的是这个，嗯，就这个缝从里面也给堵上哈，这个缝，因为万一就是外面的这个坏了哈，那上层还是照样可以从这边穿过来，所以我们做双层保险啊。这么堵可能是最好的，嗯，找很多咱们的石头。你晚上，你现在可以把衣服脱了吧？这很重吗？然后这脱来脱去太麻烦。你现实生活中怕麻烦，你在游戏里就一个按键你也怕麻烦，那你说你怎么办啊？你说啊，放，不是脱的话我就这样了呀。啊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你总比你跑来跑去很慢强啊。哦，果然脱下来衣服就。